哎，怎么了？你是谁呀？你车上有没有水呀？有啊。能不能给我们喝两口啊？我带着孩子走了很久了，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孩子太渴了，哭了几次了，给我们喝两口行不行？可是我这个水是喝过的，只有半瓶了。没事没事，你不介意的话就跟我们喝两口吧。我喝过的哦。没事的，老板，我谢谢你了，行行好，给我们喝两口吧，好不好？哦，要是你是不介意的话，你就拿去吧。哦，谢谢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太好了，谢谢大哥。来，妹妹，拿着水，妹妹，我们到那边去喝。来，拿着我们的桶。来，老板，谢谢啊。不客气不客气。走，妹妹。妈妈。哎，大姐，我想问一下你，这么热的天气，你要带着小孩，还带着那么多的行李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们是刚刚从城里面打工回来的。刚刚从城里面打工回来的。带着小孩怎么样打工啊？我们是到城里面去工地上面打工的，因为那个小孩太小，可能是那个包工头，他觉得那个可能干活比较慢嘛，然后就不让我们干了，然后现在。我只能带着他们回老家了，因为找工作找了很久也没找到。哎，你带着两个小孩，你怎么打工啊？我没办法，家里人没有人帮我带小孩。啊？那你家里人呢？你老公呢？你家公家婆？我老公他怎么了？他不在了。啊？他怎么不在了？我老公他以前是跟人家开大车的，去年出了点事故，然后就……不好意思啊。然后就问到你伤心的事情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就走了。不好意思啊。现在就只有跟两个孩子了。那你带这两个小孩那么小的，那你家公家婆没有帮你带一下吗？你怎么打工啊？我婆婆，怎么了？婆婆把我们给赶出来了。赶出来啦？怎么了？怎么把你们赶出来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我老公他走的时候嘛，就是单位也就是赔了点钱嘛，我小叔子娶老婆，然后我婆婆全部都拿给他用了，然后就娶了老婆之后，就说家里没有地方住，住不下，就把我们母女三个给赶出来了。你带着两个小孩出来工作真的也不容易啊。你等下回去还要走多久啊？我们因为小孩比较小，走路比较慢，大概过了这个山的话，四五个小时吧。哇，你们还要走四五个小时的路啊？对呀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也是往上面去的，我送你们一程吧。啊，送我们啊？是啊。那个大哥真的不用了，你看我们这东西又比较多，身上又比较脏，这不用了，我们走路就可以了。没事的没事的。要不你们坐车回去就多少钱了？坐车啊？啊，我们三个人就算两个人的车费大概80块钱吧。这样吧，你给80块钱我送你们回去吧，反正我都是顺路的。你送我们回去啊？我们上面都是山路，你不好走啊。没事，我都是往上面去旅下游的。都是顺路的。那谢谢你了，大哥。不客气，你都给车费我的，你就不要说谢谢我了。妹妹，我们走了，妹妹，快点，这个好心的叔叔，妹妹快点走了，别玩了，我们这个好心的。先走吧，等下天黑了。叔叔送我们回去了。哎，妹妹，你来拿着这个桶。好乖哦，妹妹，我来帮你提吧。哦、我来帮你提，我来帮你提吧，走吧。妹妹，慢慢有车了啊。走吧，走吧。啊。来了，到了，小心点啊。到了，妹妹。好，小心点，慢一点啊。谢谢了，老板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把我们都送回来。不客气。
这个是那个车费给你，这车费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啊、你刚才不是说要80块钱车费吗？刚才我是这样子说，我看到你带着两个小孩又不容易，我怕你担心不好意思上车，所以我才叫你拿车费的。拿着吧，老板。真的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你的车是烧油的，又不是烧水的。你看你这么远送过来，你拿着吧。不用了，你也不容易。你看你小孩还这么小，真的不用了，啊，快点回去吧。你们今天都走了一天路了。要不你到我家去喝点水吧。不用了，下次吧。啊，下次吧。好，那你什么时候路过我们这个寨子，你再进来我家喝点水啊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谢谢了，啊、妹妹，走，我们回去了，妹妹。再见了，妹妹。咦，怎么有个身份证在这里的？可能是刚刚那个大姐的，我送过去给她先。小林，你今天究竟打工赚了多少钱了？我就是赚了1000多块钱。那拿帮我来帮你保管吧。反正我想拿200块钱给小孩买点东西吃。那你就在我家，我在那啥的不，我给你，你不用钱了。来，我给你包好。对对对，你先给你吧。喂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送东西给你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的身份证丢在我车上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叫你跑过来给我送身份证。你要不这样吧，你来都来了，天都黑了，你看你在我们家吃了饭再走吧。饭我就不吃了。刚刚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女的是谁啊？怎么把你的钱都拿走了？那个是我婶婶，我住在她家里。你婶婶啊？怎么你婶婶把你的钱拿走了？那我是住在她家里的嘛，没有地方住，住她家里。你寄宿在你婶婶家里，那你爸妈呢？怎么不去你爸妈那里住啊？怎么了？我爸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哈。我爸妈怎么了？在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他帮别人起房子，然后出了点事就不在了，然后我妈妈就带着我妹妹改嫁了。不好意思。现在。没有地方住，就住在我身边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家里的状况，所以我才冒昧的问你的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小婷。没事的，那个大哥，不这样吧，天黑了，你在我家吃了饭再走吧。我不吃了，我走了。啊？我走了，我是把身份证送过来给你的，我走了。那你等我一下，你不要只等我一下，我拿点东西给你。啊？不用了。哎，大哥。不好意思，你收费也没收，你把这个拿……哎呀，真的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什么东西都没带了，你还拿这个给他？这个我自己种的，我还要。他这个不要了，不要不要。不行，我送过来。真的不要了，小婷，真的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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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了，那我先走了。没事吧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我先走了。